今日咧，我哋会进入继续咧系第一项合并辩论嘅环节，系冇有十四个总目咧系冇议员提出修正案嘅。主席，我想讲，即系本来咧，我系准备咗十五分钟咧系驳斥黄国兴议员上个星期三嘅发言嘅。咁啊，主席你都讲过，如果有议员发言咧，你会酌情俾我哋咧系回应议员嘅发言。即本来呢我就諗住珍惜时间呢就唔嘥咁多时间博黄国兴议员㗎啦。但因为黄国兴议员呢有旧事重提啦，所以我係更加呢要先处理咗对于黄国兴议员发言嘅一啲误导或者失实嘅情况，我先正式进入去呢一部分冇修正案嘅合并辩论项目。主席，其实上个礼拜三呢开了两个半钟头会，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呢，现在上个礼拜呢进入全体委员会阶段呢开了呢是四个钟头会，不足四个钟头会，本人呢都只是发言了两次而已。为什么呢？其实我本来想起身发言的时候，上个礼拜想告诉主席听个进度都非常之良好的，因为呢我已经处理了十四个总目里面关于医疗辅助队、审计署和父母署的陈述。我相信呢很快可以进入第二部分，是有修正案有六十九个总目的辩论。只可惜呢就是流会，流会的责任是什么，亦都不需要在这里去再多作辩论。我只想回应黄国兴议员呢是几点。第一位，多謝亦都歡迎亦都高興黃國興議員發言嘅，呢個係個大原則。無論佢嘅發言係幾冇道理、幾禮橫折曲、幾誤導市民，我都係歡迎佢發言，亦歡迎佢多次發言。因為立法會呢而家就變咗演講比賽，港人自講，即係講嘢嗰陣自己講，就冇乜辯論嘅性質可言嘅。尤其是一個制度啊，即係你發言咗七分鐘，就算之後嗰啲人講得幾唔啱、幾唔道理呢，你都冇時間再起身發言㗎啦。但是在这个全体委员会阶段就好了，这个制度就好了，因为每人有15分钟每一次是可以无限次发言。黄国兴议员，你之前呢就说很多老人家又没什么，几多罐豆豉鲮鱼，几多罐午餐肉，我想告诉你知呢，我们都很关心老人家，我们都很希望政府是珍惜资源不要浪费。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呢不是没有钱啊。黄君议员，你上个礼拜讲话啲老人家要轮几耐街证啊？如果呢啲钱悭翻，可以俾几多老人家可以快啲睇到证啊？喂，那个问题唔系政府冇钱，而系政府唔做。就正如我哋迟啲喺医疗嗰 part， 我哋会讲到，你都支持噶嗰个增加牙齿服务、牙科老人保健服务，政府唔肯做。我哋问过政府，喂，究竟系冇钱啦、冇人啦，定系冇计划、冇数咧？政府系答唔到噶。所以呢个唔系钱嘅问题，系政府管治嘅问题。主席，这个分目这个部分第一场合并辩论总共有14个分目。如果议员要发言，每一个分目发一次都是合情合理。不过我亦都没有打算这样做，我知道其他议员亦都未必有这样做。我是选取了我认为重要的五六个分目，是希望可以完成。其实呢如果没有流会，今日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进入了第二部分有修正案的合并辩论噶啦，即系上星期三有议员问我，今日有议员问我，喂，我都有入到修正案，几时轮到我讲咧？喂，咁啊，对唔住，真系唔知道喎吓。有14个议员有入到修正案啊，但系我哋唔知道，即系其他议员嘅发言。陈议员，请你尽快翻嚟我哋呢一个辩论嘅议题。好，我正式继续，主席，我继续咧系第一项合并辩论冇修正案十四个总目咧，我完成咗。医疗辅助队、审计署和父母署啦，跟住咧，我希望可以，主席亦都俾充分时间我完成咧。我事先张扬啦，我系会讲咧飞行服务队、选举事务署同埋政府统计处嘅。上星期咧，好多议员咧系针对于医疗辅助队咧系做咗好多嘅发言。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除咗医疗辅助队咧，飞行服务队咧。虽然在这个总目里面是没有被修正，但是我们也是非常之重视。我们要发言就是会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而我们都没有削减那个拨款的开支。
如果大家有睇政府嘅呢一份預算總目啦，即係兩大本啦，喺政府飛行服務隊嘅部分咧，係總共有十板紙咁多嘅，係非常之重視，非常之重要。政府飛行服務隊前身是皇家香港輔助空軍，是服務隊是根據民航規例執行職務，提供全日24小時的飛行服務。我必須是講返少少這個飛行服務隊的架構才提出我的意見的。現在的服務隊擁有4架定翼機、7架直升機，負責搜救範圍涵蓋香港以南1300公里大部分的南中國海。其實早在主權移交之後咧，1998年咧，部隊已經引入了兩架用作搜救先鋒的截流41定翼機。咁啊，01年咧再購入3架經改裝的超級美洲炮。除了一艘咧係搜索拯救設備，特裝設置咧係自動懸停系統以及咧單缸滅火系統，適合咧全天候包括救火等咧搜索的拯救工作。嗱，佢嘅預期咧係可以用15年噶，即係咧喺2016年左右咧就會退役。但係咧，政府嘅飛行服務隊嘅飛機咧，早前咧係被指老化，一架咧超級美洲炮嘅直升機懷疑係引擎動力渦輪超速，導致引擎咧係自動關閉。哇，聽到係咪好牙煙啊？被迫咧係降落呢個城門嘅水塘。這個情況是非常之罕見的。另外亦都有一架超級美洲炮直升機由赤鱲角總部飛去索古群島進行例行飛行訓練的時候，機師是懷疑主船翼波箱故障，降落在大亞洲已經關閉的越南船民機留中心旁邊的停機坪，並且滯留逾一個禮拜，需要拆下主船翼等候更換零件。相對於呢其他外國單純用作運輸用途，部隊的超級美洲炮的損耗量的而且確是較大，每架飛機飛行的時間平均是600小時就要進行維修了。在颱風襲港期間或者天災期間及至天災過後，飛行服務隊的隊員都會是特別忙碌，除了進行搜索和拯救之外，還要負責是再送那些政府人員到災區巡視的。其實近年就我睇新聞就好似少咗嘅，仲要調查財產同埋農作物嘅損失，空運供應品同埋將傷病者送到醫院，故此出現飛機老化同埋損耗嘅問題咧，將會係性命攸關嘅事情。所以咧，我亦都係喺設計修正案嘅時候都係温馨提示其他同事咧，飛行服務隊係盡量啊唔好提出呢個削減佢嘅開支，因為真係性命攸關。去年5月政府飛行服務隊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建議更換現時所有的直升機，並且計劃未來統一直升機隊的型號以取代現時兩款的不同型號。同年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通過了22億港元的相關撥款給政府飛行服務隊購買7架直升機和相關的設施，提升飛行服務隊的效能，令到搜索和拯救更加快速有效。我想如果飛行服務隊來到立法會說要換新飛機，要換一些好的飛機安全一點，沒什麼議員是會阻他，但是這樣又不代表拎親單上來我們就要簽，是不去問責，不去提出我們的觀察。我觀察到過去兩年2012年和2013年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在晚上10點到第二早6點59分的時段，即是這個是他們自己的分工時段來的。在接獲近岸搜索和救援召喚之後，而無需額外機緣或者特別裝備的情況之下，在40分鐘之內到達現場的時間呢是不能夠達標。那個標準是他們自己定的，是 90%， 即是要有 90% 的情況在40分鐘之內要到達現場，是夜晚10點到第二朝7點之前。不達標的情況是怎樣呢？2012年只是做到是 79%， 2013年呢只是做到 78%， 即是沒有改進不得已，還是差了一點點。
另外過去兩年，即是2012年和2013年呢，飛行服務隊定翼機在上午7點到晚上9點59分，他們的目標是65分鐘之內到達距離政府飛行服務隊總部不多於100海里的目標地方，都是未能夠達標。目標百分比是他們自己定的 90%， 分別是2012年 86%， 去年給你估下，大家 80% 還低了 6%。 兩組數字我們大家都看到，不單止是不達標，而且是有下降的趨勢，尤其是在那個正常時間上午7點到晚上10點之前，是由86跌到去80。當然我們要聽回飛行服務隊他們的回應啦，因為我相信不會有官員幫他答辯的，一陣間我引述飛行服務隊的回應，就說未能達標的原因是基於天氣惡劣，需要額外時間在飛行前進行策劃，機件故障或者需要按個案實際情況去派機組人員進行任務，以致呢是未能在目標時間到達搜殺和救援的現場。喂，這個呢我們真的不太接受。其實飛行服務隊要執勤要去救人的時候，就梗係十次有九次都是天氣惡劣的情況啦，是吧？那你又用回天氣惡劣的理由你說你不達標，咁我又冇同返天文台嗰邊睇返2012年同2013年個比較，係咪2013年香港嘅天氣惡劣係比2012年更加嚴重，所以令到嗰個達標率係由 86% 係跌到落去 80% 呢？呢個係唔能夠叫議員或者市民去接受。而家除咗個三部超級美洲炮直升機即將到達退役年期，另外有四部海豚直升機亦都有老化的情況出現，服役已經超過11年時間，故此令到某些搜救任務未能在合理時間之內是到達目的地。由於性命攸關，主席，如果持續出現機件故障就會影響服務，其中這個海豚直升機原來編制是有5部的，但其中一架在早年執行任務的時候是墜毀了，你找回大家找回資料，令到兩名機組人員呢是因為咁而身亡嘅。可見呢飛機嘅安全呢係事關重大。因此呢我哋係無意喺呢度呢係刪去政府飛行服務隊嘅預算開支。但亦都呢要趁呢一個冇修正總目呢14個總目，我要抽佢出嚟講，就係咁呢個唔達標係點樣再向公眾交代呢？是將貨就價，將你個標改啦，唔好話 90% 啦，即係 90% 呢個國際標準，即係救人 90%， 其實改返佢做 80% 好冇呢？咁你講返 80% 咪超標啦，或者達標啦，咁你去年 80, 前年86㗎嘛。咁當然唔係咁樣。我希望飛行服務隊係真係唔單止係救人，你哋自己呀，即係同事嘅安全呢，這個應該係擺喺第一位。所以任何呢一啲機件問題老化或者失靈，要維修檢查，要增加開支咧，係唔好將貨就價，唔好睇餸食飯，話有幾多少錢就用幾多少，或者咧將嗰個指標咧係砌數字咁樣砌翻出嚟。我哋覺得咧，服務隊係有需要購入更多新式嘅飛機，以替換舊有退役嘅飛機，避免影響咧各項搜救工作。同埋增加咧，係飛行時候嘅安全嚇。我亦都咧，所以咧，我哋好完整咁解釋咗點解我喺呢14個總目裏面飛行服務隊咧係冇提出削減，唔代表我滿意佢嘅服務，而係咧背後有更加清楚嘅原因。本人謹此陳辭。